么是 COP？COP 是 Conference of Parties 缔约方大会的简称。气候大会指的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 的缔约方大会。这一公约是在1992年通过，1994年正式生效。目前公约共有198个缔约方，大会每年在世界不同地区轮换举行。今年的 COP28 在阿联酋举办，那么下一届的 COP29 会在哪里举行呢？据小新的了解 ，COP29 会在东欧举行，具体花落谁家，主办国或许会在这次的 COP28 上确定哦。